追打了一个坏球，形成擦棒界外。所以近期龙队的打者三振真的是偏多，之前发安德胜只有三次三振，今天有五 K 了。这个内角球主审没有捡，哇，戴培峰以为是好球，满球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角的滑球，稍微偏内侧一点点，不过结果还是一样啊，最后林志胜遭到了三振，两人出局。今天大师兄两次都被安德胜 K 掉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又是来这个声卡球，哇，这个位置真的很刁钻哦，一个那个 wow 的神情，对，就是对于安德胜今天声卡球的整个尾劲，感觉是蛮惊艳的，对，赶快启动挥击，当你挥击之后，球这样像这样的下沉之后来哦，没错。哇，又走进来了！你看，曾陶荣站着不动，遭到三振，两次打击都是站着不动，被安德胜 K 掉。那目前龙队的打者是15上15下，还没有上垒者。